要关门哦，不然会大笑。我今晚做什么小便呢？我跟你讲，我们有东西想给你看。有被踹，有被踹。啊！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怕啥？等一下，我觉得有点害怕。好，来，可以，老板到了。不是蟑螂或任何可怕的东西吧？不是，你要看他们就好了。好，弄完。好，那先到。这是卓别林跟南泥小。啊，这是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喜欢吗？那坐姿用在哪里？你看。你在笑，好像逛酒店的老板。因为他喜欢这种，他喜欢这种味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去酒店，大家都知道有什么制服店、便服店、礼服店嘛。今天多一个这样，突出这种店，我真的是疯掉，我一定去。你看到可爱的女生，但是故意都打扮成这样跟你聊天，看他们一定超好笑，而且还帮你倒酒。Linda， 对，你看我这一定喝超嗨的。在讲什么？真的假的？在讲什么？我今天看到这个胡子，我怎么就？滑了，真的，你也太好取悦了。那你站在他们两个中间，我想看看。这是什么？奇怪吧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画面？你们两个像生意伙伴，你不像去陪的。你要贴贴看吗？哎，贴啊，贴啊，我贴看，有什么？真的很好玩呢。你们这是什么影片计划要用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我们就看到好玩。你逛街要看到就买。我看一下，各种胡子。你要用 Party Boy。Party Boy。而且你知道贴上去之后会有点不想拿下来，我觉得这个胡子翘翘很可爱。哦，你喜欢这个胡子的形状吗？没有，我刚刚说是 party boy。你长不出胡子哦，我长不出来。我跟你讲，我有时候没刮，你们也不会发现。你这胡子这么歪，哈哈哈哈哈！掉鼻贴贴歪，你好适合哦，蛮适合的。我觉得翘翘这个会比较好，我帮你换装。要换？我每个都贴过一遍。好痒哦。你好适合哦！哎，你好像自己长出来的。Come on, everybody, let's go party！ 雨天，路边一棵榕树下，汤马一转头笑疯，好笑啊！我跳得好棒，你好死！你现在在给我自拍，你们王美耶，我傻眼了。我变成那个木警官了。你滚进去！干什么？我不要帽子啊！快点快点，你们再拍一次，快点快点。我一定要带。我一定要带。好，走，我们还是办案去。你在干什么？快一点，你很来不及了，凶手没在等的。咱们出吧。你衣服穿这么久。犯人都跑了，好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咱们走。好烂哦！他去哪？好烂！他抢，这都要抢！哇！没什么变，你们两个都好适合，好好笑。不懂长胡子的痛苦，这些人如果有留胡子秘方的观众，请帮我们在下面留言。你在戏虐那些长胡子痛苦的人，这样不行。